我们这款腰带有两个宽度，裤子上这个是4厘米宽的，我手里这个是3.5的啊。喜欢特别宽一点的呢，那就拍这个4厘米的；喜欢窄一点的就拍3.5。我们3.5的女士用的多，4厘米男士用的多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扣头的材质啊，镀的非常的亮，也很光滑，佩戴在裤腰上很平整的，不突出。它的用法呢也非常的简单，这样子啊，弹力的。系在腰上不勒腰的，那调节长短的地方是在后面，像调书包带一样的，我们把它这样拉起来，好，拉到长短合适以后，把这个拉平就可以了，啊，非常的简单。